来。先找一下哪里有人好了。哎，有一个抓到，有人在马路上奔跑。哎，不对，不是马路上啦，走廊上奔跑。这边狠狠的给他一个惩罚。有呢，下板毫不犹豫，朋友。耶啦 ，NBNHS 100 bit， 感谢。精神会好一点吗？好啦，又好啦。哎，看，好丑，完了，打歪。完嘞，有点失误，打的是真的有点丑。现在要用消啊，没修一台，尴尬。完啦，他在给我玩那个白痴 loop 啊，顶不住了，哥哥各位真的顶不住了。他说平稳是不是啊？这边，哇完嘞，追半天嘞。哇，这只真的追半天，真的。然后看一下天灾给我长怎样。这把好像也是被修破头呢，感觉到了未来的命运。有人要去救狗！哇，这个楼梯这样上来绕，绕超久的呢。有呢，还可以踹一脚呢。这个人在安抚森林呢，讲话没声音的。完了！啊，差点抱不到，好可怕！刚在旁边是有人在，没看到。对啊，没办法，我现在社畜的累了。哎，好啦，不要再修了。这个是不是刚刚那个平稳人啊？我觉得，对，好像是刚那个平稳人呢、欸。哎，这啥？我刚以为这是雕像呢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奇怪，这个人怎么？我后来想想不对啊，这张图没有这个东西啊。翻窗加速，不是他的动作是那种手把的动作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就是那种手把，然后动超慢的那种，就是可以很静止的那种类型。我想说奇怪，这个人是他那边在凹那个造型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想说奇怪，这个是雕像吗？怎么每个都翻窗加速？哎呦！害我吓到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奇怪，这个人怎么？哎呦，这把天灾钩真的好烂哦！
怎么会生在那一边嘞？楼上这台也有人在修，这台也有人在修，这台快没了，我先把它踹一下。哎，这台没人修呢。有啊，开能力追一下。这边先逼他下板。小姐，那你要下去，朋友。有呢，小姐好像拿来打这种。没有什么窗户的图比较好呢。啊！不见了，都在补血吗？感觉他们好像都在补血呢。有哎、欸，有一只。啊！狗软脚。有呢，小姐下去。看到我翻中加速哭了。安娜飞天乌贼，晚上好。我的运气都用在有你们这些观众，是不是？哦，怎么敢自己讲？感觉追这个会追到头破血流哎、欸，还有这道有中，发电机有黄色是那个活动发电机，就是现在冬季活动的发电机会变有颜色的。有呢，有人在那边修。哎，小姐，那你要下去了，这边都没板喽，明明。他走里面，大家要死了。他这个距离一定绕不到，这个距离稍微算一下就绕不到。嗯，我们修一台，不要再修啦，朋友。很多了，很多了，别再修了。有呢，这场小姐大做事呢，小姐走那么猛啊，这把。有哦，翻中加速，继续追，小姐。
感觉萧姐配小玄这张图好像很猛哎、欸，这边完全都没有冲可以翻哎、欸，就一堆板子，然后一直跨，一直破。哦，对啊，我的工作是负责做天台的、啊。我会做美味蟹堡吗？那肯定是会啊！给我一个蟹堡，我直接做给你吃。哦，猛的是小学，不是萧姐，是不是？可恶，萧姐你好烂！萧姐做事行不行啊，萧姐？好像没有人来救哎、欸，我想等他们过来，然后我想叠那个层数，就叠那个能力的层数。你看我人。都挂了，还没让人换，真的假的？哦，他们在硬修这台，没有人来救他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那个美味奶宝是不是？你等我，我等等回去直接喷给你喝。美味奶宝只用喝的哦，不能用吃的。他这样翻动加速超没意义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个在刚刚那个位置，冒小红花背景是不是？我吃了会让你们全部人集体露出一个高潮脸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因为我那个里面是有加大麻，加最多的大麻就是我的料理了。来来，鱿鱼猫，晚上好。是平价还是奢华、啊？大麻那我再分什么平价奢华的？你还压我板？你确定？我都有消解了，你还压我板？刚刚这里乌鸦有经过，嗯，这个人跑去哪里了？哎呀！在下面那边呢，哎，不对，右边那个才对。快住，快住！躲在柜子里面啊，这个人被我听出来啦。哎，你们知道？澳洲有大麻料理吗？因为澳洲大麻是合法的。因为我之前有去过澳洲啊，啊，我的同事就是嗑大麻嗑得很嗨啊，每个都在嗑啊，所以我才知道嗑大麻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啊，所以我才不想嗑大麻。
我不想让我的脸露出如此丑态的一个表情。而且之前我听到他们有说要把大麻做成料理化。没错，就是很淫荡，那个表情真的超级淫荡的。我没有抽过，我不知道啊。但我看他们脸，应该是蛮快乐的吧。有呢，小姐配小学长都好猛哦、喔。